侨光科技大学位于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多样文化之一的市区中心。我们的校园位于台中的中央商务区，并与台湾最卓越的科学园区相邻。我们的地理位置使得我们便于接触到世界各国的大型公司以及高科技和创意产业。侨光科技大学进取而富有活力。我们的教学课程以实践为导向，我们的金融商业与科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我们与工商业界的伙伴关系紧密持久，我们因此声誉卓著。我们的校训：名、诚、利、信以及八大核心能力，使得我们在培养数德兼备的金融商业管理、观光旅游厨艺及人文与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都得到了良好的成效。我们的优势科研领域涵盖从创意设计与烹厨艺术到 RFID 的系统整合规划科技研究，从可持续性发展到理解世界社会的变化，从金融商业管理技术到观光休闲产业，在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我们正在增强领先的研究能力，实现影响力。侨光科技大学为加强本校的国际学术交流，借由实施交换教师、交换学生、暑期英语海外游学、学术交流及举办各类型国际研讨会等，提升师生的国际视野，让本校成为具国际化特色的教育学府。侨光科大更于2010年西班牙世界大学网络排名跃升至1985名，在全世界12000所学校中占前16.54%。由于两岸交流日益频繁，本校多年来持续与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每学期并有多所大陆姐妹校交换学生至本校短期交流学习。侨光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已有亮丽成绩，本校将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推动校际合作，缔造姐妹校、学生与师资交流等计划，让侨光成为最具国际化程度的科技大学。在2012年前，我们将投资数亿元新台币改造我们的校园，届时大学将为学生提供绝无仅有的新的体验，及全台湾最先进的校园，自动崭新的足以满足21世纪学生需求的绿色之星建筑及空间。侨光科技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大学，我们随着世界向前迈进。
侨光科技大学正在创造新的空间，开发新的思维方式，设计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科研领导我们的教学，使我们今天的学生为明天的世界做好准备。侨光科技大学着重于卓越，着重于创造更美好的未来。